你说此话，是想死得比杨修还早吗？大王，荆州乃一地之得势，可成一统，绝非朝夕之功。杨主不所建也，乃战术之法，绝非战略之道。可逼一时之前，却恐误千秋之功业。大王，孙刘联盟若不破，我魏国。 千秋之功业，大王，千万不要忘了。好一个前车之鉴！陈时言，大王恕罪。你看见关押了杨修，心里高兴吗？臣无心与杨主布衣交输赢，臣随大王出征，只盼大王大获全胜，这才是臣做行军司马的职责所在。 不能再辅佐子建了，故要让你辅佐子建，如何？臣才德平庸，恐不能辅佐子建公子。再者，子建公子。 也不会让臣服从，大王明鉴。迟了，去吧，臣告退。 大王，臣还有一事，恳请大王。讲。臣想去探望杨主簿。你当是很喜欢去探望狱中人吗？逝者如斯夫，臣一路行来，没有敌人，看见的只有朋友和师长。谢大王。 铠甲不离棒，一年年兴师征战，一年年无功而返。故今年65了，神龟虽寿，悠有竟时，老骥伏枥。 志在千里。<咳><咳>
劝进。那孙权是如何跟你说的？孙权对臣说，与其归顺天子，不若归顺魏王，魏王才是天命之所归。这闭眼儿是想将孤架于炉火上烤啊？那你又是如何跟他说的？孙权说，天命与吴王之成就，乃奠基新朝之重。